男朋友每天都喝酒，找他理论还说我能不能待，不能待着就滚，所以找到节目组好好整整他。哎我操！不是美女，你在干啥呢？没。别走楼梯了，去坐电梯吧。为啥呀？你让我过呀？楼梯危险呢！这只是电梯的，我……哥，这帘呢？哥？啥帘啊？那有个兄弟告我，这不能坐了。那不三年前的事吗？有个女的惊动天，坐电梯摔死啊！啥？哥，那你下楼吧，下楼吧。下楼吧。咱俩一起下，他一起下，他一起下。哥，别害怕了。咋？这都是你整的？这我找人栏目组整的嘛。哎呀，下回别喝酒，那日子咋过呀？是不是？你们还喝酒吗？不喝了。行，你要是再喝酒的话，我还找那个女的过来挠你。不敢。